儿子，你看吧，今天晚上炒什么菜？啊？你搞来了，让我跑跑。哎今天我们家呢就做一个这个炖汤喝的团鱼啊，我们这里叫团鱼，其实也可以叫甲鱼的。这个有三四斤，把它下锅。那你给它解开，没搞出来会不会跑掉？这样就不跑了。这样的，你给它抓不来。你看，还有个嘴儿啊！这个甲鱼呢是水库里面的，三年的甲鱼。你要跟他玩，等会我们杀甲鱼的过程有点血腥，就不拍了。哼，他不肯出来，肥肥的。准备要整理了，我们把锅里啊烧一点开水，等它开。电它已经啊不能动了。好了，把这个甲鱼啊先放在锅里，一点洗过来了。我儿子觉得挺稀奇的，来玩来了。两个葱头，葱姜，白酒代替料酒，给它过一下水。哎呦，本来可以了的，可以。哎呦，太大了！买来剥它的皮了。剥过皮的都是剥的好，看好不好剥啊？好好剥的啊。好好剥吗？不好剥呀。嗯。过去你们学的剥嘛都吃过了。吃过了的。现在是要剥皮的，过去的嘛剥皮。过去嘛剥皮。这个壳被我去开了，这上面的，哎呀，这个东西不要了。去了杂质以后，你看，我这200多块钱就剩这个壳和那个这么几块。昨天我们这里要穿一件衣，今天我就要穿棉衣了。再不穿的话，感冒了。哎呀，这腿上的热还是挺足的啊，妈。啊这几个腿上的热，来好点吗？嗯，来过那么肥肥的。下锅，过一下水。这个过水的时间啊，就很短的。但是水一开，我们就捞出来。让我家这个小臭崽子去买。哎呀，那个料酒去了。好几天的没有料酒，这天变一时啊！昨天穿一件衣，今天棉衣的还有点凉，晚上我都要烤火了。好喽，开了，你看，好的有泡沫，清洗一下啊。这个我们油都不要，直接清水清炖。姜，哎呀，蒜头被我姜葱头被我切碎了，也无所谓啊，我们就搞点这个碎的，最后还会下葱的，洗点红枣、枸杞，还有人参半截。又很洗了，红烧台北多了，毛毛。红烧台北多了。上次你捧了这红烧，点就绝别点一个，你没要求。红枣多了的话，我们就要少配一点，反正给它先洗了。人参，试试放一点红枣。枸杞，不能放太多，放太多了全是这个。味道了，臭小子买料就来了，再加一点，咱们俩啊坐坐等。
我红的吧。那面条抓。我儿子最爱吃这个干面条。哦。哪个你都买的吧？黄瓜啊。开锅喽！哇，把盐我们放进去。儿子，拿勺子来。刚好这个汤。切了这么多葱啊，都没有什么大用了，一点点就可以了啊。开菜，来来来，这是你要多喝点汤了，儿子。嗯，两个搞点汤，或者营养就是汤来的。妈吃两行不啦？猫呢？吃过去了，菜就吃过去，放到门口就不好吃了。对对对，那这个和这个裤子要是那点，吃饭也开心了。嗯，南瓜好吃，南瓜不是贵啊。加一次啊，过九百比较出来。嗯，我九百香蕉啊。嗯，那的我九百吃不动。倒点红酒汤，刚才我把锅里啊那一点汤全部倒到这里来了，来一碗汤。一碗汤，一碗饭，这个好不好吃？我不说啊，大家都知道了。让这个一老一小好好的啃，好好的喝汤。
你俩慢慢敲啊。